脸书母公司 Meta 公布新民调结果，越来越多人现在感受到人际交往正在加强，但是仍然有不少人需要亲朋好友在各个方面提供帮助。换句话说，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不仅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民众健康，且更加在人类感情方面出现一个很大的干扰效果。此外，整体花费三个多月、涵盖了七个国家、超过一万五千人的民调结果还显示，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仍与其他人在社交媒体。 媒体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然而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每天的日常生活需要被人帮助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民调还发现，人与人之间联系最紧密的国度竟然是埃及，因为当地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都表示，仍然与家人和朋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。反之，程度最低的国家则是巴西，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受访者回应仍与他人有密切来往。相较之下，美国仍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访者与他人保持密切交往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